这样你才能获得一个低分高，一分完成的情况也好，一分也高，这样你才能取得这个比赛的优胜。好，来看女子跳马，这是浙江队的袁潇阳。坐一下嘛，蹭吧。计划难度是5.2。它踵圆后直360度。这个5.2的分值在女子体操当中，它是一个中